台日天后将会丰满演唱会最终场今天晚上在高雄巨蛋进入尾声，有歌迷很舍不得，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因为我没有买到票，所以我只能拍照过过干瘾而已。我虽然见不到佳慧，但是我要告诉她，你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。尽管没有买到票，还是到场支持。一想到以后听不到二姐动人歌声，歌迷满是不舍。将会25场演唱会从台北小巨蛋一路唱到高雄巨蛋，今晚将进入尾声，正式封麦。最终场没有邀请特别嘉宾，把时间留给自己和歌迷，要跟歌迷好好的道别，唱完他艺界生涯最后几首歌，同时也告别长达44年的演唱人生。